宁静的校园本该是好好学习的场所，却经传感情纠纷竟演变成拿刀刺伤人。发生在桃园7号早上10点多，校内5楼有学生爆发口角，疑似是不满自己跟女友的感情被其他同学介入，竟然失控拿起刀刺向对方，过程中还误伤劝导的另一名同学，造成两人受伤送医。请问学生已由教官陪同至辅导室并情绪，并请家长到校带回。那经了解，因为学生平时在校表现均正常，本局后续也持续要求学校提供学生关怀及辅导措施。原本在校看起来好好的，却因为醋意大发做出脱序举动，这一砍造成一人背部、腹部多处刀伤，另一人手背划伤，还好都没有生命危险。第一时间校方紧急校安通报，并由辅导室入班辅导。后续教育局也要求校方尽快厘清事发经过，避免类似状况再次发生。TVBS 新闻廖荣庆、吴俊贤、严胜芬桃园采访报道。